对不起啊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。干嘛？我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！哎，我没骗你，我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啊。 跟你一样，我也没有人要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走走走走走，什么也没有啊？哎呦，哎，小哥，小哥，等等我，小哥。 小哥，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？你从哪里捡的一条狗啊？外边。外面哪里？垃圾桶旁边。 就捡回来了，圈我一样没人要，挺可怜的。哦，我看看。哎呦，是挺像哎，这眼睛，这鼻子，跟你一样可爱。这是跟谁学的？说话跟个渣男一样。渣什么男？我在逗你开心。你逗我开心也要我觉得开心才行啊。你不开心啊？我不开心。 你这几天都干嘛去了？都这么晚回来？没干嘛。你身上都有垃圾的味道。你才有垃圾的味道呢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不想说，说了你更不开心。你说，不说话不习惯。你到底打算继续跟我阴阳怪气多久？